教授，非常好的一个王教授，是我朋友介绍的啊，去看了一下病，然后他教了我一套这个很简易有效的办法，他说我可以普及到60岁和70、80岁老人的这个必须要做的一种基本功，那我传授给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非常简单的一个啊，也就是说理疗自己理疗法，所以这个我今天传授给大家，请大家一定要用，用完以后你们会感觉到非常吃惊，我用了几天以后感觉非常吃惊，那么我把这个传授给大家啊。首先这是我们的脑袋，这是我们的脖子，用这只手捏住1、2、3、4、5、6这个动作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这个手捏20下，换个手又捏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也捏10下，捏完以后稍微用点劲儿也捏10下，用完捏完了以后特别舒服，而且捏完这个做20下，这个做20下，这个事儿完了以后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做完了以后马上扭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个动作还要做10次，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个动作也要做10下，做完了以后你自己感觉一下，特别是这一组必须要做。老中医给我讲，你做这个有什么好处？第一个好处呢，喜欢看手机的人呢，做这个是非常好，因为不容易得什么颈椎病啊这些。第二个呢，对脑溢血很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这个从60岁到80岁这中间呢，很多的同学和老师或者人们都容易什么脑中风啊、脑溢血啊，这样捏了以后呢，使脑子呢这个供血更好。所以这个老中医跟我说，一定要坚持，坚持多长时间都可以，但是这样对你非常好。他说早上一起来以后喝点茶水或者是吃点早点就开始做，就按那个刚才我这个步骤做，但不需要做很多啊，就按我刚才我这个步骤做，做完了以后您再感觉一下，然后有什么好感觉好了的给我来个反馈，我希望大家都健康。这个呢是我传授给大家的，我一直在做，希望老师和同学们都做这个，肯定有好处，我自己亲身体会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珍惜的嘞。